那你之前也在桃园当检察官，对对对对，对不对？那我也看这阵子你提到这个郑文灿事件的时候，语多保留啦，因为钟先生认为说，因为他是当时调查这个案子的，对，我是承办检察官，所以呢，其实很多东西他不愿意讲太细。我今天也不让钟先生讲那么细，可是我很希望你来我们节目中谈谈，就你对这事情的看法，因为我有很多疑问想问。我照问，那你能答你就答，好不好？好，不能答就算了哈、嗯。那因为郑文灿事件哈，这个被抓羁见之那个羁押禁见之后呢，对民进党影响大不大哈？进电视的这一份民调哈，这个昨天刚出来哈，69.3%，七成认为影响了。好，那说实在的，还有20%都觉得不影响，我也觉得很奇怪。好，一个当桃园市长8年又当行政院副院长的人，涉入这种哈，就是收钱案。而且可能有更多我们还不知道的，怎么会没影响哦？那所以是有影响的，我也认为有影响。但问题是，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知道了这整个过程的案件的一些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就是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有监听到有人要去送钱，哦，应该是调查局吧，哈。那后来也拍到有人拿了黑色的包包进去，然后又出来。啊，我不是司法检调记者出，我都跑政治嘛，哈。但是一般看这种司法案件。都已经听到要送钱，还真的跑去，然后出来以后包包也没带出来的时候，看来很可能送钱的时候，一般不都会去搜索那个第一事发现场吗？看看有没有那个钱，有的话就等于人赃俱获嘛，确实拿人家钱嘛。为什么当时没有这样做？你在办案子的时候不能这么轻率，就是说，像我之前在办他的时候，其实我104年就开始在盯他了，那这段时间我们有非常多的监听跟监啊，还有他所有资料的分析都有做到。你说你2015年就在调查郑文灿市长吗？对，那你是桃园地检署的检察官。对对对，那他是桃园市长。对，你直接就查市长。那时候不止他那个时候还是总统接班人呼声最高的。我那时候等于是去捅马蜂窝啦，等于是总统的眼前的红人就对了，蔡总统不是吗？你们应该很清楚吗？104那你为什么？你当时为什么调查他？没有，就是一样是案子嘛。我在那边先跟吴汉兄说一个。好，国民党执政的时代，我也办很多国民党的，包括刘振宏、刘振慈那个什么七七行管，那个都我办的。我今天要表达的是，我在当检察官的时候，我没有任何颜色对当作是前提。我觉得我当检察官的时候就是对错，对这个社会我的感觉是对错，我没有有任何颜色在里面。所以那时候办刘振宏、刘振慈，我就一个礼拜每天都投版，然后争论节目把我骂翻了，说我是绿营的什么什么，我也不甩他们。你知道七七行管那个案子吗？啊、在阳明山，那时候你也被骂，对不对？我被骂，骂到臭头、啊。那是你办的哈、啊，我办的、啊。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就只讲说那个名词叫吴宗宪。对，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要知道一个事，就是执政者之下，执政之下才比较有可能办有接触到。这个钱啊有弊案的可能性，在野党他没有机会去搞弊案嘛，只有执政者，因为你有执政权，所以你能够在你有可能搞一些弊案出来。那我国民党执政时代，我也是办了一堆国民党的政治人物，而且我说那时候刘家还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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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大寇，他们也是如日中天，我也不管，我就照办，因为在我心目中就是。是非对错，那有没有被施压？你讲的那个是我记得，不，这是让我觉得阳明山的那个，对 对, 對、哦，那这种最难过的事情是，我没有说完全没有，但是那个力道极度的轻微，他就是多来关心你两句，但是到办郑文灿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办郑文灿真的是这样，是不是？对，办郑文灿的事情是让我第一次对民进党觉得，因为我在蔡英文第一任之前，我没有投过国民党，对。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投过国民党，我都投民进党。你由检转正，其实是因为郑文灿的，对不对？不，这不是啦，这跟那无关呐，这无关。好，没有，那个也是好几年后的事。我2019才离开。你说你办刘振宏案子的时候，有一些关心，我不要讲人、啊，但是没有影响上级吗？对，就是有来。那什么叫关心？对，我觉得是这样讲、啊，出门走路要小心，不是不是，应该这么说。你今天办的案子，你查到的细节。对方知不知道？这是我们心中影响最大的。比如说，我办郑文灿的东西，我这边讲，我这边负责。我今天监听到的、查到的东西，过两天后他就听到，他就知道。你怎么知道他知道？监听听到啊？不是，你怎么知道后来他知道你监听他的内容？
不是不是，就是譬如说我们今天查到一个、啊、他做了什么事情，是，但是可能两天后三天后的监听译文就出来，他在他跟人家讲说哎阴差阳，所以你知道这个对于我们第一线办案人是非常灰心的，因为从检察官从你说包含廖姓父子讲刷定的朋友给你问候那个内容是吧，我跟你讲这种事情我遇到太多，包括那时候我去郑义雄家带人的时候，一去他就说哎、欸、我知道你们要来了啊，这样，所以这个对于办案人员是很请你吃乖乖哦，这我跟你讲这个对于办案人员是很灰心的，因为我们要查一个被告不是那么轻松，我们要分析非常多东西我才能够厘清原来你哪一天做什么事目的是什么。从前我问你，你说你在办证文灿的时候你所掌握的这些可能好进度或者甚至是罪证，你在过了几天又发现说证文灿在他跟他的朋友对话当中他居然已经掌握了你们的进度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我就很灰心啊，我就觉得第一线的人敢去挑战一个可能过几年他就是总统的人，我是第一线检察官，那他是故意讲给你们听的吗？也许吧，就嘲笑吧，但是他们但监听的时候那也是像怎样的内容，我跟你讲监听的时候常会有一个就是说讲话说哎、欸、那监听的朋友们怎么怎么，常会有这样子的用语啊。他本人吗？哎、欸、不是不是，我是说我们在监听的时候、有时候遇到这种状况，所以那有可能他自己在那边吹哨子壮胆 OK 对吧，也许是这样 对不对，韦后兰的，但是我们有时候查到一些东西在两三天后他就知道讯息，那这个又是怎么样呢？那你发现那一定是地检署有人跟他讲吗？哎、欸、不我必须讲现在的一个制度。好，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一个制度，调查处，比如说我那时候跟我合作是逃调处，他所查的任何东西他必须往部里面回报，廉政署也是啊，他必须往廉政署本部回报啊，那这回报的环节跟上级长官是谁？你现在往法务部长的对吧？我没有说谁，我也没有办法，我那时候也没有办法确认，但我现在跟你讲的是一个当年发生的客观事实，为什么让我们第一线的办案人员很灰心，这因为我们在办治安案件的时候没有这种灰心感，因为我们在查到或什么，对不对？对，譬如说杀人啊、毒品啊这种案子，你查到他不会知道这些，因为不会有人报讯息给他，所以你会很顺利把案子办出来。可是，在办政治人物的时候，我遇到，尤其是这种案子，我遇到最让我难过的就是，我们大家这么辛苦办出来的东西，结果他马上就知道。你知道那个心情是很受打击，所以这一次郑文灿被压的理由不是说，好像是他事先就知道检察官、法官要问的内容嘛？你不觉得这很扯吗？这就是我国的司法。那当年我遇到状况比现在还严重，所以我就很难过。我记得我当时办到最后，我很灰心呐、啊，因为我的敌人，我影让我案子办不成的，原来不是敌人，是自己人，对啊。那我，所以我今天我到这边来，你看我每次质询、啊，我跟上次我跟那个郑明谦郑部长，我就跟他说，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战国时期的韩非子讲过，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真的没有永远强没有永远弱的国家，你执法的人，如果你是真的用心执法，国家一定强盛，就我们今天不是。我当年是办到这样，是让我非常的灰心，说检察体系为什么是这样。当然在办治安案件没有这个问题，我觉得检察官在面对治安的案子的时候确实办得很得心应手，但是只要跟政治人物高阶政治人物有关的时候， 你那种灰心感会出来。所以不要说我当年，你就说这一次他竟然可以事先知道检察官还是法官要讯问的内容，然后因为这样被羁押，你不觉得这就是我讲的、啊、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会走到今天这样。那中间你在办的时候，除了办案的过程好像都被这个对方掌握之外、嗯、有没有就是来自于比如说桃园地检署或者是法务部长官的一些关怀关切或压力？ 我的部分，我觉得我的部分就算我其实很多人问过我说过去怎么样，我说 我的部分我觉得没有关系，而且人生所以是有，对不对？我觉得如果说拍拍肩膀说好了该下班了，有或没有，我只能讲一个啦，就是说让我办得非常不开心啦。但是我觉得我到今天我还心里有个坎过不去的，就是当年帮我办案子的那些同仁，其实他们非常的惨。就当年的
那个调查处的承办人、廉政署的承办人，自己都非自愿被调走。然后我当年帮我主办案件的检事官，我的助手也被修理得很惨。所以那、我现在我是司法官，所以他们调不走我啊，因为司法官有宪法保障嘛。所以这一连串下来，我其实我对于你说查郑文灿案子的人都被调职哦？对啊，对啊。那时候怎么要去哪里？没有大屿山吗？没有，就换去别的，不让你在这边啊。那你要知道你的，非自愿调职就直接通令你被调职了。不，他会说你没有申请调职也被调职。他会说你是自愿调职啊？那为什么我知道这？因为他们会来跟我讲啊，他们更不想调走啊，但是就会有人叫他们要填自愿调走啊。那他们的家庭、房子、小孩都在那个地方，但是他要调走，所以一连串的事情让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每次跟郑明天讲，我说你要捍卫检察官的独立办案。像我以前那时候侯友宜在选总统的时候，我跟侯友宜讲，我说我帮你啊，但我对你的要求就一个，如果你选上总统，麻烦一件事情，不要把手伸进任何一个宪法制度或我国法律制度设计的独立机关，你手都不要伸进，因为你把手伸进这独立机关，你只会短多长空。你会在近期的几件事情上面得到好处，你的朋友都没有被修理，可是你会弊案会重生，国家会越来越弱，你的政党支持度也会越来越低。民进党就是一个例子。钟秀，我问你哈，那所以之前不好办不下去，或者办的过程当中遇到那么多阻碍，那现在他就是郑文灿被收押嘛，是变成是金上，或者说有一股这个无形的压力要弄死他，还是说只是把以前？查他的账案也搬开而已。其实我已经离开了，我不知道。但是至少那些力量不见了嘛。我说我在办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一路办下去，是因为我刚讲的，我要做什么事情他都知道。甚至我去郑英雄家，我们去那边带他的时候，他可以跟你说：“我知道你们要来了。”你知道这种东西，至少也许在今天。郑英雄是谁？哦，就是他那个案子，他的什么？干爹金主啊，什么？是同样是这个案子的吗？对 对, 對，他当年我办他，后来我那些都被我起诉啊。哦，那个案子其实我起诉很多人啊，然后都判有罪。那这也是一个很荒谬的事嘛。我起诉了那么多人都判有罪的情况下，结果当年承办人不是被记功嘉奖，而是被调走。这也是我很灰心的。那、你也被你后来也被调走吗？我没有被调走，我一直你就是在调不走，所有其他承办人都被调走。主要承办人啊，协办当然不。那你后来为什么选择离开去新北市的法制局，跟这件事有关吗？我觉得没有什么，没有太直接关系。但是从那件事情之后，我开始对，就是我以前觉得的民进党，我是不是误会了？因为以前民党告诉我们，就是说国民党会干涉司法，所以他跳出来执政之后，他希望这个国家清廉。他希望这个国家就是朝向一个正常民主国家的走向去走，但是但是我自己非常深刻，102年应该是102年吧，102年办刘正慈的案子跟104年办郑文灿的案子，两件是完全南辕北辙，所以这是让我去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